就好了。对，他又不是那个谁，想要学那个叫什么？嗯，好，书写的。大家现在要开始看那个播照片了。那张叔给你照了吗？给你拍，给你那个播照片了。你画张，哎，这样照起来很好看。哈哈哈哈哈！啊，那来看爷爷的画。哎，这样照片，现在大家坐在这边看拍照片啦。这样照片，地下天，好，好认真，好认真。招财进宝。招财进宝。那个宝是招财进宝，金银财宝不？来，再说一次。仓库了，仓库了。就山上收东西。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是不是？来，招财进宝在。有道理啊。一直在把我们在那个城市上走。我继续录就对。嗯。你找把后面那个山庄啊，那山庄找那很有意思。这个。那叫人。后面的餐厅那个地方。借的东西就是多漂亮的，你看看。你坐后面的。餐厅那边的。餐厅那边的。靠这一边墙上的那个有没有拍？没有，不过小文的有拍。哦。嗯。那个写说爷爷的画作。你的标题呀、啊？那你今天早上都扶起的人，各位看看。都扶起的人，各位看看了。这个是中路的吗？这早上，早上照的吗？在对面，这是就从吉士家医院那边过来。嗯，感觉就照的很好啊，这个。嗯，大伙儿怎么都不说话呢？安静安静，大家都在看自己呀、啊。怎么说正襟危坐，大家都在静静的啊？对，很清楚。照的很好哎。对对对。这个也照的不错。嗯，很清楚，这跟阿姨照的蛮好的。这照了半年。我可不可以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删掉？没有说删，你知道这个删。通常我们会寄全部给大家啦，自己要删的自己删。来，一张删掉。对，就是圆桌。对，就有看到。圆桌。你说大头照吗？一样，没有白很多，照起来比较漂亮，还没有白的看。都是山公公的。哎，没出来，嗯，要拿了去。哈哈哈！你在讲什么？你这样在讲。另外你在笑什么？讲话。另外怎么笑成这样？觉得很好笑啊！我那只是我拍的。等下看到你，哎，那是你拍的啊、哦。人家小姑姑揍你了，拍的啦，偷拍的啦，拍的笑，我这，你拍的拍，人家没有那么好笑，你要照着人家小姑姑讲一讲，对呀，要不然看到都吓一跳，然后我就不是了。这个也是你照的吗？不是我，我都在里面，怎么可能会是我？你在吗？这应该不是。照了不少哦。嗯。对啊，这样到时候才可以删。哦，这张删。这是很正常的，这张删。慢慢吃，其实也吃不多，就低了头一直慢慢吃，哎，慢慢吃。这菜样都排得好漂亮哦，嗯，看起来很好看。
脱帽子来听别的、嗯、帽子还是头上大家都在这边看照片又有台词你在讲什么的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我的事啊谁要删